喜欢清纯的，邵雨薇那种。就是你是花舞的理想型，你有看到这集？我有看到，很开心哎、欸。屁看屁！所以昨天看到新闻有很惊讶吗？就，不会，我很开心，很开心啊！就是可以成为不同人的理想型，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快乐的事。我也是很支持多元成家，以及互相不同的性格或是不同的性别也好，其实我觉得只要互相喜欢，就是一件好的事情。你有被女生追求过？小时候吧，只有小时候的时候，桃花蛮旺的时候，有女生追求过我。我好像还没有遇过真的热烈追求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的。我长大以后桃花运变得蛮差的。那你周六去参加婚礼，有没有就是想要就是自己也想要办婚礼的感觉？因为今年真的都很忙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可能是要等忙完才有机会看看讨论一下这样。所以有在讨论，完全没有在讨论，因为太忙。两个人的工作其实我们互相都知道，真的太满了，对啊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好好的睡觉，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工作都做完，这个是比较当前重要的事情。你为了就是要落地，然后有特别小吃吗？没，不用啦。我现在唯一瘦的地方也就这些了。我太瘦都会被导演说长得像小孩子，就身材像小孩子。那可能为了展现一点点女人味，可能还是要吃肉一点。所以现在离目标还有距离，可能还差两公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